Thank you。 妈妈，考爷跟我说话了。啊？他又跟你说什么了？他好想跟我家呀。进家说，快走了，奶奶打电话来催了。哎呦妈！妈妈有我呀。啊？炸！下课不？奶奶，我求求你了。想要的那个全有家居小黄鸭床啊，这不是为了唐唐能长期来住吗？上次唐唐跟我说什么小黄鸭床，我就上网搜了一下，没想到这彩虹鸭床造型确实可爱，关键还是耐脏挡物品和优质黄铂板，我就给他买了。好舒服呀。那当然了，它可是双重支撑护脊床垫，可以保护糖糖的脊椎，糖糖好动，晚上爱出汗，这床垫亲肤透气，还能抑菌防螨，这下我就放心了。这床支撑还挺稳的，糖糖这样跳都不觉得慌。你要爱护自己的东西，不可以乱动。别担心，这床可好打理了，你看。慢点吃，我们几天不见瘦了呢。奶奶，你不知道，你儿子老是给我找肚子吃。炸！下课不？